抛开了门的壁，你发现是凋零的爱，你没有了，你去过后脱节的森林里，你站在我身上的骷髅坑外面的全是的乞丐的利益。拜托麦克风在这个经济地带 Now who's the real king、我放把我烧了你不知道，因为这里面根本没有东西，是个 rapper 像个骗子，像一个一浪漫了和不起狗血，我的出现让你们危机跟着做工业被神法扣血，刚才说三万里让你们让出让这段不那么多血。躺在你 body， 这就是在我们眼中的 body。 对这个国际的三个 rapper 点了有点不停在拍他的 body， 也是个不可能，我不想打你，老子一巴掌能扇出你八米，干了别算了，我天一点干子就他妈能把你吓得一个 body。 一个这么说像一个